湖蜂窝，嗯，这会叮人吗？应该不会。他们就锁在这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只，六只，然后还在继续。这算是胡蜂吗？也不是胡蜂，反正就蜂类，不具攻击性的吧。还有很多还没孵化，它们已经结蛹，要变成蜜蜂。它没有反应。走过去都没有反应。要加一台来啊！我被叮到了，好痛哦！它会叮人，哦，好痛！会痛嘞！哦，不是不会痛，哦，就好像。就好像什么，我是不会过敏啊，只是干，哦，会麻。